大家看到这个颈色是不是很漂亮呢？原来它还有一些隐藏的特色的，我们试一下它有什么效果先。咦，原来有些闪灯的，这个闪灯是怎样做出来的呢？原来呢，这里呢，我们装了一些灯仔在这里，而呢，它这里的线呢，是一些特别的线，是可以通电的。而这里的魔术贴呢，就可以，也都可以通电的。咁喺呢个时候咧，当我哋将呢两个魔术贴黐埋，佢就成为做一个咧通电嘅电路，就令到啲灯咧喺度可以着啦。咁而咧呢一个嘅电路咧，呢一度咧就系个电啦。咁所以如果要做呢一个嘅颈链嘅时候咧，你只要有呢一度嘅魔术贴啦，夹埋咧呢一个嘅导电电线啦，同埋咧呢度啲灯咧。就可以成功的了。我們還有一個 package， 就裡面有這些所需的物料的了。